老爷，沙帽，真是怪事，难道地方上有什么冤情吗？这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草桥镇。草桥镇，王朝马汉在。本地地保前来问话。是。小王，怎么回事？老先生在，带喊冤人上来问话。是。大人君玉，带喊冤人上来问话。是。怪不得我妈说包大人是包青天呢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，有什么冤枉要向本府申诉，快讲。小人范仲华，是本镇人士。小人没什么冤枉。大胆。既然没有冤枉，为何拦轿喊冤？分明是一刁民。来啊，在。拉下去重打40大板。大人冤枉啊，冤枉啊。拉回来。快点。小人实在是实在是没有冤枉。混账。打。是。大人小人还有话讲。快讲。是小人的妈有冤枉。哦，你母亲有冤枉。是的。她有什么冤情？她说她有20年的血海冤情。她告什么人？那小人就不知道了。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来？因为他的眼睛瞎了，所以叫小人来的。哦，大人能替我妈申冤吗？领路。是。老爷开道。是。开道。回老爷，已经到了。叫你母亲出来。是。妈，包青天包大人到了，请您老人家出来告状吧。老婆子，有什么冤情赶快出来申诉。叫包拯进来见我。放肆，包大人欺凌韩瑶，你不但不出来叩见，反而直呼大人的名讳，大人怎么能进你这破瓦韩瑶呢？我能在这儿住10年，难道他就不能进来？哼，该死的贱妇人。你老先生。小人在。起轿。老爷起轿。起轿。已经进来了，有什么话你快说吧。还不快点跪下。是包拯吗？放肆。老夫人，你有什么冤情要向本府申诉？妈，包大人站在这儿，你快说吧。贫退左右。左右都是本府的亲信，吩咐他们退下。退下去。是。老夫人。妈，现在没有外人了，你快说吧。你也下去。我下去。是。把门也关上。是。真老夫人，
现在窑里边已经没有人了，你究竟有什么冤情，赶快说出来，也好替你做主。好。我有20年的血海深渊，就怕你。老夫人，只要你说出冤情，本府不惧艰难，会替你伸冤的。你不怕权贵？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本府知法如山，绝不轻饶。好一个包青天。老夫人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说，我说，第一，我要告当今的天子。啊！我告他忤逆不孝。这个，你怕了？第二呢？第二。告当今的太后。太后？是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先王的什么人？御臣宫。御臣宫？是的。有什么凭证？你敢陈断这件皇室公案吗？如果是真的，保枕万死不辞。好，好一个万死不辞。包拯跪在各赏彩缎一批，寇工人外赏珠花一对，领旨。谢万岁。
陈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喝醉了？不，不是。啊、哦，娘娘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陈玲，在，快传御医进来。领旨。不用了。万岁。啊，臣妾是，是。是什么？是。你是不是那么早点回宫休息吧？啊，不用了。啊，娘娘怎么了？娘娘，你也哦，陈玲，奴婢在，去把这个拿来。领旨，领旨。怎么样？现在好一点吧？好一点了。啊。要不要叫玉玉来给你按按胎气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好好。怎么样？启德万岁，锦河取道。好，这是为你们定做的，将来谁先生太子就封为正宫皇后啊。万岁。啊。李娘娘有孕在先，臣妾恐怕没这个福分。刘娘娘，我是怀孕在先，可是男女是不能预卜的，说不定是一个公主呢。是啊是啊，这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来来。性急，再过两个时辰就要生了。是个探子，空叔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郭槐。比赛，快是。靠住，靠住！啊，娘娘，把这个提篮扔到金水桥下去。嗯，娘娘。奴婢，怎么？奴婢怕。怕什么？没用的奴才，去不去？去，奴婢去。靠住。当心别走漏了风声，小心你的狗命。奴婢知道。娘娘。嗯。郭槐。奴婢在。带尤氏下去休息休息。是。然后再去给皇上报喜。是。生了，启禀万岁，李娘娘生了。是不是太子啊？万岁。怎么？奴婢不敢说。
那么是个公主。回万岁，陈妃娘娘生的是一个妖怪。妖怪，星儿乱，鬼儿乱，竹篮儿中似仙境般，压得我不能移，闷得我气难生孩子，分明是你做出了不可告人之事，还想灭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公公。怎么样？小跑
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件事倒是很难办的。公公啊，这件事怎么办呢？能不能奏明万岁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万岁现在很宠信刘娘娘，哦，就是万岁的左右也都是刘娘娘的亲信，万一这事走漏了风声，太子的性命恐怕难保，连你我的性命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是个宫女，死不足惜，可是太子是皇上的骨肉。是啊，这你我有什么办法救得了太子的性命呢？那么还是把太子扔到河里算了。啊，高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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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千万使不得，可是我们怎么办呢？娘娘，不要着急，你把太子交给我。哦，什么好看的？娘娘叫你采鲜花，你还不赶快去，回头娘娘打断你的腿。是嘞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千岁。奴婢靠珠、哦。你还在这儿？叫你办的事儿，你办好了吗？已经办好了，奴婢这正要回宫去。陈琳，你那盒里是什么？回娘娘，今天是八千岁的寿辰，这是万岁命奴婢送去的寿礼。哦，还不快给八千岁上寿去。是，奴婢遵旨。陈总管、等一等。娘娘，那锦盒里边，陈琳，奴婢在。把那个锦盒打开给我看看，里面是什么鲜果？这个，回娘娘，是给八千岁上寿的寿桃。是的，是的，刚才奴婢也看见过，里面是寿桃。多嘴，谁问你？霍怀在，我去打开看看。是。霍怀在，回宫去吧。是，老朱。是。会听宣读。万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有玉宸宫李妃受朕皇恩，不思图报，竟生妖孽，有辱皇家，本应触脚，姑念受妖作祟，着即贬入碧云宫，钦此谢恩，带入冷宫。叩见千岁娘娘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。千岁，奴婢奉旨拜寿，献上寿礼，愿千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陈公公有劳了。
怎么了？请千岁娘娘后堂讲话。哦，好，你跟我来。是。千岁，陈公公，万岁是不是有机密大事要你？千岁，八千岁与万岁有手足之情，与国家共修齐，与天子同富贵，宋史的宗庙社稷就交托给千岁的手中了。啊，陈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万岁？请千岁亲自观看。请娘娘用饭。
秦总管。奴婢在。我不想吃，拿下去吧。这是冷宫，不准进去的，快走吧。冷宫为什么不许进去啊？殿下殿下啊，叩见李娘娘。殿下我们走吧，回头给皇后知道了不得了的，我们走吧走吧走吧。殿下殿下。是的，你是谁呀？我口住。娘娘，是刘皇后生的。是我是南清宫嫡娘娘生的。寇夫人，她是谁啊？哦，她是李娘娘，玉宸宫的李娘娘。她为什么住在这儿？这个你将来就会懂的，我们走吧。寇住。娘娘。殿下今年几岁了？十岁。你呢？我老了，十岁，也是十岁。我们快走吧，啊，快走。母后。皇后。戴罪臣妾李宸妃，叩见皇后。罢了。谢皇后。寇珠。在。谁叫你带殿下到这儿来的？回皇后。是殿下自己要来的，奴婢正要带殿下回去。哦，是殿下自个儿要来的。是啊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母后，父王为什么要让李娘娘住在这儿啊？少管闲事，跟我回宫。就是大胆。皇后，奴住口！本明是在说谎。我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要把太子殿下带到冷宫里去？回皇后，奴婢怎么敢带殿下去？是殿下自己去的。哼，你还抢辩？他自己去的，你就不能拦着他吗？奴婢就拦着殿下，可是殿下不听，一定要进去看看。放肆！你竟敢跟皇后顶嘴，这是皇后亲自看你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，看来不打你，你是不肯说实话。来呀、啊！在啊！掌嘴！是。皇后，皇后，求皇后开恩，皇后，万岁谢了、啊。住手！臣妾叩见万岁。奴婢叩见万岁。平身平身。谢万岁。皇儿呢？在里边睡了。哦，好。嗯，高珠。奴婢叩见万岁。哎，寇珠，你先下去吧，在外面伺候。是。万岁，今天皇儿到御花园去，
无意中闯到碧云宫去了。哦，碧云宫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臣妾也问过他，他说连他自个儿也不知道，身不由己的就去了，回来以后就说不舒服，烧得很厉害。啊，叫御医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御医怎么说？御医说是中了邪气。哦，中了邪气，碧云宫会有邪气？臣妾以为是李晨飞的妖气在作祟。哦，李晨飞，他还在？在，他一直住在碧云宫里。哦，御医说除非把碧云宫给烧了，把李晨飞给烧死，邪气才能消除，邪气一消，皇儿就不药而愈了。啊，陈宁，奴婢在。传旨把碧云宫烧了。秦公馆，秦公馆，后宫人，这么晚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？快点告诉你娘娘。哦，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娘娘，万岁经传旨要烧碧云宫，娘娘你快自作打算。娘娘，秦总管，你赶快想想法子救救李娘娘，国怀带着御林军就要来了。口子，你走吧，快点走，要是国怀来了看见你在这儿就不得了了。哦，那么娘娘，寇夫人你快走吧。哦，那么我走了，秦总管你来关门。我去。娘娘，秦总管不要怕，怕也是没有用的。奴婢在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上哪儿去了？嗯啊，奴婢上南清宫去了。上南清宫去干什么？皇后说殿下不舒服，所以奴婢去回一声。谁让你去回话了？多事。奴婢该死。陈琳，奴婢在。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。是。十年前八千岁生日的那天，你跟寇珠在金水桥干什么？回皇后，没什么呀。皇后怎么会提起十年前的事呢？我现在想起来那天早上的事情非常可疑，所以要查问一下。我问你，那天早上你们在那儿究竟干什么？那天早晨奴婢奉了万岁的旨意到御花园摘鲜果，替八千岁上寿去。当奴婢经过金水桥的时候，看见寇珠一个人站在河边，奴婢就问他，你一个人站在河边干什么？他怎么说？他说皇后叫他采鲜花的。那么奴婢就问他，你采鲜花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他说他看见河里的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他就站在这儿看起来了。哼，后来呢？后来皇后跟都堂就来了。混账！奴婢句句实言，
我问你，你们两个人究竟在那儿做什么？这奴婢已经说过了，请皇后。哼，你早就跟寇珠串通好了，不打你谅你也不肯实说。啊、皇后开恩，奴婢实在不知道身犯何罪，皇后就是打死奴婢，奴婢也无从说起。好，我就让你明白明白。寇珠，奴婢在，把实在的情形说给他听听。奴婢已经说过了，在十年前那天早上，奴婢完全是遵照皇后的意志做的，刚才陈总管说的也是事实，叫奴婢还说些什么呢？我要你说是不是跟陈琳串通好了，违反了我的旨意。奴婢没有，皇后开恩。哼，你还嘴硬，不打你你也不肯说实话。来呢，来，给我打！皇后，皇后，来、啊，皇后，大娘、啊，皇后，这件事是寇珠所为，陈玲不过是受他牵累罢了。奴婢倒有个好办法，可以让他们说出实话。什么办法？奴婢的意思是让陈玲拷打寇珠。打与不打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串通的了。嗯，对对，把鞭子给陈总管送过去。是。陈总管，打是不打全看你的了。唉，回皇后，奴婢跟寇珠素无冤仇，叫奴婢怎么大胆？你敢为职？奴婢不敢，不过皇后千万不要听信片面之言。回皇后，陈总管不肯打寇珠，分明是他们串通一气，现在居然含血喷人，说奴婢敬残。他非但没有把奴婢放在眼里，就连皇后也都……皇后开恩，奴婢就是生了三头六臂也不敢住口。你打是不打？陈总管，陈总管，你打吧，皇后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吧。寇夫人，你有什么话你就实说吧。啊，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陈琳，你还不给我打？遵旨。寇夫人，我打。寇夫人，有什么话你说嘛。公公，你打好了，最好一边把我给打死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的话不讲完了，你们要打就打好了。回皇后，寇夫人不能再打了。怎么不忍打了是吗？啊，是的，再打他就不行了。皇后开恩。多事，还不退下去。是。
里，你也不知道厉害。好棺木，陈琳，看情形你跟寇珠并没有串通，是我错怪了你。皇后恩典，寇珠的后事就交给你去办吧。是，不过今天的事不准泄露，要不然当心你的狗命。是，奴婢知道。下去吧。遵旨。郭槐，奴婢在。把碧云宫去给烧了。是。碧云宫总管秦凤参见都堂。李宸妃接旨。是。宸妃娘娘接旨。宸妃娘娘接旨。宸妃娘娘自尽了。秦总管，奴婢在。万岁有旨，火焚碧云宫。遵旨。掌。
娘娘，碧云宫给火烧了，可是宫禁森严，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这个多亏于中替死，秦总管把我扮成太监才逃出来的。哦，那么范仲华呢？他是我的义子，从小没有父母，是我把他领大的，他很孝顺。哦，还不见驾？臣保准见驾，太后千岁。平氏千千岁。皇上好吗？好，是个好皇上。我为他受尽了千辛万苦，日思夜想，连眼睛都哭瞎了。现在知道他是个好皇上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包拯，太后，你要为我伸冤呐！请太后放心，臣自有安排，等天明之后即请奉驾回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，陈州放粮有功，亲赐五爪金龙蟒袍一袭，转珠宝带一条，四喜博玉扳指一包，珊瑚大荷包一对，亲此谢恩。万万岁。包亲，是否有本面奏？臣万岁。包亲有本，只管面奏。臣有罪，不敢启奏圣听。恕你无罪，谢万岁。臣启万岁。昨夜臣正在表本，忽然阴风惨惨，有一女鬼出现。哦，此事何须奏朕知道？因为他说他生前是宫中臣御。宫中臣御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寇珠。抱歉，他来显灵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十年前无故被人活活的打死，实在是冤枉，所以要臣为他伸冤。哦，启奏万岁，女鬼显灵要求伸冤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包大人或因旅途劳顿，以致偶现幻境，此事实不可深信。太师不必争辩，记得十年前朕与寇工人同有冷宫之后，第二天他就不见了，后来听说他得疾病身亡，现在想起来是有蹊跷。抱歉，他有没有说是谁害死他的？当时寇工人正要说明，可是又有一个女鬼出现。他是什么人？他说他是先王的妃子玉宸宫李娘娘。啊，宸妃娘娘，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有20年的臣冤，要臣奏明万岁，以为昭雪。哦，李宸妃，启奏万岁，启奏万岁，包拯之言实不可深信，请万岁明鉴。回皇兄，这事虽未便深信，但包大人所说头头是道，又不可不信，应当查明冤情。启奏万岁，此事实在是虚无缥缈，而且事隔十年，纵有冤情也已经死无对证，单凭包大人一面之词，怎能入人之罪？请万岁圣裁。太师不必多言，此事有关朝廷身威，既然包亲说来若有其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就由包亲去办吧。领旨。万岁。退朝。退朝。万万岁。
包大人，这种无头公案何必多管呢？而且又是内宫之事，要是太后怪罪下来，太师，保朕一向为官清正，纵然是皇亲国戚，法不容私，但愿能为死者伸冤，使泉下无冤鬼，世上无罪人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今有包拯陈州放粮回朝，突然提起20年前，万岁驾到。奴婢叩见万岁。平身平身。谢万岁。儿臣恭请母后圣安。平身。谢母后。一旁坐下。是。皇儿近日朝中如何？母后洪福，朝中倒也相安无事，只是今日有桩奇闻，说来可笑。什么奇闻？开封府尹包拯今日在朝中奏说，先王的妃子陈妃娘娘与宫女寇珠鬼魂显灵。有这样的事？郭槐，奴婢在。鬼魂显灵，你相信吗？奴婢以为此事十分荒谬，万岁千万不要深信。只是他言之凿凿，又不能不信。母后，当年陈妃娘娘之事是否有冤？这是从何说起？奴婢想可能是包大人旅途劳顿，心绪不宁，才胡思乱想的。包拯之言分明有辱先王，皇儿应该斥责包拯才对。哼，怎么还来问我呢？儿臣疏忽，母后宽裕。以后不许再提李陈妃之事，多以国事为重。儿臣遵旨。退下去吧。是。万岁起驾。送万岁。郭槐。这事会是真的吗？太后放心，李妃已死10年，怎么会显灵呢？包拯捕风捉影更不可信了。何况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，还能把太后怎么样吗？不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要知道无风不起浪，这事有人提起来了，我们倒不能不防。陈琳这个老奴才倒是有点棘手。包大人连夜相邀，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？有一件事想请教都堂。啊，包大人请说。今天早朝向万岁所奏之事，想请都堂助我一臂之力。梦中之事怎么可以相信呢？而且这已经是20年前的旧事了，包大人何必再去提他呢？当年李娘娘10月怀胎，生下来究竟是不是妖怪？这其中恐有被人诬害之嫌，不知都堂可明真相？这个嘛，怎么样？这是皇室的家务事，包大人何必都管呢？因为这里面必有冤情，我既然知道了，不能不管，所以请都堂来商量商量。
想不到事隔十年，陈妃娘娘阴灵不散，可是纵有冤情，恐怕也难以申诉了。陈琳，督堂，督堂，你再看一看，李娘娘还在人间。陈琳，你倒是还健在啊。督堂，是李娘娘，现在该相信了吧？可是娘娘。陈琳，奴婢在。十几年不见了，我居然还在，你没有想到吧？啊，是娘娘洪福，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平生，谢娘娘。李娘娘含冤受屈已经20年了，现在深冤雪恨全仗督堂你了。包大人，娘娘请放宽心吧，奴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好，难得你还这样忠心对我，这么多年的苦我总算没有白受。娘娘，督堂，我想趁上元节万岁大放花灯与民同乐的时候，灯关推下就斩了。林旨，且慢。万岁，包卿何故阻拦？启奏万岁，灯关无罪。朕以仁孝治天下，像张继宝这种不孝之人怎么能列入彩灯宣示万民？还说无罪？启奏万岁，这故事虽然是传言，但这样不孝的人并非没有，不过是借来启发人心罢了。哦，启奏万岁，包拯强词夺理，
故意违抗圣旨，你应与登官同罪。启奏万岁，借古人警后事，合情合理，并无不是之处。包拯真是用心良苦，万万岁圣赞。深藏羞怪不孝臣，我朝今有不孝人。亚父太师平身，谢万岁。抱歉，朝中文武虽不孝，不将他斩首开宫门。万岁总有当道理，也难以正法。混罪名，广清国情也要斩。无奈他是一国之君，一国之君，正是谁？是什么人？请万岁平退众位公卿。这个，启奏万岁，包拯。众卿暂且退下。遵旨。遵旨。玉帝亚父也暂且退下。遵旨。包拯平身。谢万岁。包拯，这不孝之人究竟是谁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启奏万岁，这不孝之人正是谁？是，正是万岁。放肆！臣罪该万死。推下去斩了。领旨。万岁，推下去。万岁，臣死不足惜，只是万岁将用蒙不孝之名受后世唾骂。万岁生身之母乃是先王宜妃玉宸宫李太后。大胆！朕的亲生母是南清宫狄太后，养母是刘太后，朕都朝夕问安，你居然无中生有，替朕正于不孝之名，真是目不朝纲，胆大妄为。万岁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求万岁息泪听，微臣冒死走真情。说李太后朝上，你说李娘娘显灵要你伸冤，分明她已身死，如今又说她尚在人间，真是荒谬至极，死有余辜。万岁，微臣已死不足论，恨之恨，太后臣冤无之身，求万岁召臣临详细追问，万不能让太后世才所奏可是真情，句句实言。李娘娘真的还在人间？尚在人间，请万岁宣臣林询问，如有虚假，臣死而无憾。
宣陈琳。宣陈琳，领旨。两位督堂深夜至此，有何紧急之事？不必多问了，赶快接旨吧。是。包拯接旨，跪听宣读。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司礼太监郭。今有司礼太监郭槐，谋逆不端，奸心叵测，先皇伐辞，不思永作之忠诚，太后怀胎，续遭兴妖之暗算，致令堂堂国母念载沉冤莫薄，四次密伦背礼，应严审细推，按照揪出口供，依法剐其心腹，事关国典，是叫开封府严刑审判，钦此谢恩。万万岁。回宫，郭槐，今天你是来得去不得，来人啊，将郭槐拿下。是。包拯，你想把我怎么样？上堂，上堂。大胆郭槐，来到本府大堂之上，为何不跪？哈哈哈哈，我乃三朝元老，恩赐九千岁，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府尹？来呀、啊！是，出去观战。是，大胆！哪一个敢？请过圣旨。是。你可知罪？我忠心耿耿，福保大宋，不知身犯何罪？哼！二十年前，你用李莽换取太子，陷害李后；十年前又火烧碧云宫，置李后于死地，以图灭口，还说不知罪？这是从何说起？当初李妃生下妖孽，先王震怒，才把她贬入冷宫去。至于用狸毛换太子，我有这么大胆子吗？我看你还是招了吧。你叫寇承玉把太子淹死在金水桥下，那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你怎么还想抵赖呢？陈都堂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也害起我来了？要是让太后知道了，你吃罪不起呀。太后啊，只怕是天高皇帝远，管你不着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道，包大人是铁面无私的。来呀、啊，在重打四十大板。是。冷水泼。
坏，你招是不招？包拯，20年前我不过是个内廷总管，纵有天大的胆子，还能把先王宠爱的妃子怎么样？再说火烧碧云宫，这也是先王的旨意，与我郭槐何干？寇成玉是怎么死的？那是因为他顶撞太后，太后命陈琳拷打致死。好刁恶，不用大刑量你不着，斩子伺候。你招是不招？没什么好招的，上刑。是。大人，郭槐晕过去了。总刑。郭槐，你招不招？我郭槐生平不做亏心事，纵然再用重刑，我也没什么好招的。请过龙处长。郭槐，你招不招？大胆的包拯，你是想用酷刑逼我招供？你这人狼心狗肺，留你何用？包拯，你既如此逼供，不必用刑，我愿招。讲，我要亲笔写供。执笔伺候。狱官来了。老爷，把狱官叫来。狱官已经来了，卑职叩见大人。
是。督堂受惊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你是谁？小人是这儿的狱官啊，特来探望督堂大人啊。啊？难道这就是？不对，我并没有招供。这是小人孝敬督堂的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来来，我给你除掉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是定痛经丹，督堂吃了一定益气养神的。犯人受了拷打，回到狱中一定要吃的。督堂尽管放心好了。可是你哦，督堂将来灾难满了，回到宫里，只要不忘了小人，小人就感恩不尽了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只要有出头之日，我绝忘不了你。多谢督堂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督堂，在这儿是不用怕的。啊，督堂有话尽管说好了。啊，你能不能替我给太后捎个信儿？小人哪有这个能耐呢？比如说，在宫里你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？这个嘛，想想看，自己想想看。督堂，督堂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那两个是死囚，拉到刑场行刑去，给他们预备棺材。督堂，想起来没有？有没有谁在宫里做事？有是有，只怕见不到太后。他是干什么的？说来听听看呢。他在天牢里做总管，是我舅舅。行，只要在宫里做事就行了。行吗？行，快去拿纸笔来。哦，是。快啊，快！好。靠珠啊！出去！我总管，我死得很冤枉。十年来，我一直在枉死城中，不得超生。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带你到森罗殿去对质。啊，只要你把狸猫换幼主跟火烧碧云宫的事说了，我就可以超生了。啊，人间谋财害命，奸杀无双，嫁祸于人，来
你在人世官居极品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反而丧尽天良，这有寇中冤魂，告你无故陷害，出使招来。启禀大王，寇中从前是皇后的近身宫女，她为人刁钻，她的话是不可信的，求大王明察，放我还阳。千万不能乱说，放肆，火炼伺候，去、啊、大王便行，小人见招。二十年前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后，十年前火烧冷宫烧死李妃，这些都是事实。至于打死寇成宇只是为了灭口罢了，不过这些都是刘妃主使，小人不过是从罢而已。可是实情，句句实言，求大王免记。叫他画工。是。郭槐，你可认罪了？什么认罪？求大王放我还阳。灯火伺候，灯火伺候，灯火伺候，灯火伺候。郭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